就Gen V 一四九 ，Gen V support 幾多咧？其實都係一百瓦。唔係，即係佢有冇成績？是四個，整於四個頭，好四個就加兩個 USB 嗰、那個，係咪？即係淨係要呢、這個，就要唔買單住嗰、那個啦，即係唔買孖，即係孖埋一齊嗰個買住啦，係咪？好。USB A 即係兩個 USB 係呢個插線，如果嗰個可以插電用呢個係。
Thank you.
自然污染為主嘅嘢。另外仲有十五寸嘅就呢一款，誒睇你自己中意啦。嗱，啱啱試幾部噶啦，咁我排曬隊啦，望一後邊見到啦，8000几蚊，減到去5000几蚊啫。最後嘅啦，拉屎噶啦。嗱，即係上百手唔到嘅，冇錯嘅，有。這部機並不是是 8GB RAM 的，而我們買這個版本呢，就會場這個特別版呢，就是 16GB RAM 的版本添的了，還有價錢就不用8000几蚊的，今天5000几蚊而已，8000几蚊減到5000几蚊的了。另外
仲會有個超市現金券送啦，有啲無線 WiFi 啦，有埋嗰啲手寫板啦。咁啊，另外仲會有個防毒軟件啦，有個 Internet Security 嘅防毒軟件送啦。咁啊，WiFi 落嘅啦，個配置。咁啊，藍牙啦、Webcam 啊、卡片啊、WiFi 啊，各樣配置啦，基本上全世界都係最新嘅啦。有冇聖誕啊？會可能聖誕嘅。咁我只有兩個咪啦，我有兩個喇叭啦，咁啊啲聲音啊、收音啊都比較好啲嘅。同埋呢個叫 IP5 啦，頭先都講過啦，呢、這個 IP5 咧係金屬嘅機殼啦。另外咧，佢都通過咗呢、這個四種嘅防撞擊嘅測試啦。咁啊，跌落地啊，或者有時碰撞得犀利啊，頭先個45cm嘅高度跌落地下咧。咁啊，部機都冇損傷嘅，咁啊，金融應該可以講話部機啊。Yes.
所以我即係大家我一陣。大聲嗰陣開
啲。最後一樣咧，係揀膠牌嘅時候要諗清楚嘅就係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啲鎖嗰啲咧，其實都幾變得難。请注意，所有参观人士进场前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或填。解盡到都唔夠嘅，真係幾舊啲嗰啲。
注重裝置要求高，就唔可以靠一套物品啊，仲要特別成熟。你
啱啱嗰間房間啦。而家咧，就我前面咧，就真係唔係話遇到啊嘛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咧就整過嚟嗰個非常低，但係唔係嗰個全新嘅單位嘅話咧，加啲過嚟呢入邊啦，再有一個名額啊，有名額打過嚟㗎。喂，跟住好未？跟住好未？係啱啱就係一個名額，嚴重嘅。
隻就最輕嘅，980 gram，呢隻就1.4 gram。但係佢，the T-shirt is like me, so they didn't mark me up。
前後左右喐咯。因為Thank you.
升級到32GB，免費升級到32GB，買8999蚊。RTX 3060啊，32GB啊，7800核心處理器啊，買啦，買好牌子啊，真係買嘅。
能夠將 XCM 或者 XT 卡放在手機或者系統裝置的內部空間系統，除了 4K 電話卡之外，要穩定出